清芬韩风，变身花男花女。韩国现在都很流行那种辣妹嘛。你看辣妹关我的事啊。韩风不退潮，变成韩国美少女。美少女啊，我帮你讲。玫瑰香氛，几千公斤玫瑰花，它只可以萃取出那么一丁点。那这些这么大瓶怎么办？对啊，掺水的。网购服饰，生存全法则。有打算，如果卖不出去，黑色你会拿几件？是拿2到3件。